他曾连续两届登顶亚洲杯。有人说他就是亚洲速度的天花板，他就是亚洲车神。没人知道他的极限在哪儿，我们只知道这肯定还不是他的极限。亚洲杯，你真的可以相信云海？为了极限，你还能再提升多少？今年的中国港澳台选手可大不一样，这次他们将带着全新的阵容直指亚洲之巅。接下来镜头交给来自中国港澳台选手 MoveRest。 S 联赛赛区的选手一直保持着对亚洲杯的绝对统治力，我们的到来就是要打破这种平衡。好，越南选手也来了。Mọi người hãy theo dõi những chiến đấu sắp tới của bọn mình nhé. Bọn mình sẽ chứng minh một những mẫu hàng đặc biệt đến từ khu vực Việt Nam. 最后把镜头交给泰国选手。Tom de Thai, Black Blackum, Putik Thakorn, Khoming, Jamkor, Kangkomi, Bithan, Manchlam, Tom Na. There's some things you only know. 亚洲速度的极限在哪？这次你们小心点，大魔王回来了。碰到了，传统局面最后成功重现。明星在总决赛的舞台上总不会让人失望。速度之王就是亚洲速度的极限。最后一个弯道，东方更快。今年的目标就在这辆车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喂，经过我同意了吗？亚洲车神舍我其谁，让我们恭喜阿健、云海。S 联赛一直以来都是亚洲杯的最强赛区，今年当然也不例外。他们将以最强的姿态迎接每位强敌的挑战。速度之王，陆霜，蛋仔再次单飞冲，韩进挺进正赛。亚洲杯一直以来的目标就是追寻速度的极致，在追寻中试探极限，在探索中突破自我。每次与强者交锋，都是在追赶更强的自己。站上亚洲杯的赛场，我就是亚洲速度。